我也不知道。啊，这根柱想做的。这根柱。你要做。啊，你收起来。我把柜压了，等一下。你是有租这个房子吗？我们是朋友帮我们代租的。而且我看一下。我们一直在联络那个成都人。来，你的包包来，现在马上拿出来。想带就出来。OK， 好。还要给你。最后，民众八表示啊，自己下班回家后，打开了租出的房门，发现有两名女子呢在内啊，屋内的物品啊四散啊一片狼藉，吓得呢紧急的向啊警方来报案。在警方陪同啊入屋内啊，果真有两名啊陌生的女子在屋内啊，警方依据询问啊在场的房女及陈女。为何会闯入他的租屋处啊？两人表示认为是朋友的租屋处，所以呢才会进入屋内休息。警方呢在与两名女子的对话过程中，见两人的谈话过程精神有点萎靡、恍惚，且屋内地板留有疑似毒品的微量白色的粉末，但一旁的黄姓女子却突然将两人的随身包包、屋内所有物品呢全部倒在一旁啊，在。陈女见到黄姓女子将两人随身包包内的物品全部倒在桌上时，啊，完全吓傻。在现场当场查获不到啊，配办两个毒品咖啡包和11包，